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住在湾区节目。那今天呢，旧金山湾区迎来了一位特别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刀郎。那刀郎呢，是随着这个时代跟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音乐跟歌声伴着我们这一代人在走过这十几年的历程。那今天有幸呢，请到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刀郎，欢迎到你。好，你好，要再次见面，这次很高兴，还是那么年轻。谢谢谢谢，老朋友。那你们这次巡演到美国来，你走几个城市？2013刀郎巡回演出。美国好像就一场嘛，旧金山就是一场。旧金山一场。对对对。去另外的地方吗？去另外是去加拿大嘛，加拿大有两场。加拿大还有两场。对，还有两场，对，是这样。尤其是实际上，这次的巡演好像应该是，准确的来讲呢，是没有考虑到是要走海外的，因为是之前不是2007年的时候做过了嘛，对，做过了，包括就是东南亚到北美到加拿大这些，然后呢，只是从2011年我们是做国内的这个巡演。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啊，或者成都啊，这样走的。这次到美国来呢，也是可能，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怎么样，就一个机缘巧合就来了，是这样。那太好了。实际上是之前没有做这么一个计划。那太好了。你有没有想到过，北美有很多的你的粉丝，而且疯狂，年纪从大的到年轻的，完了，听说你来演出以后，很多人都抢着买票。而且这帮人，你的这帮粉丝吧，属于这种忠诚型的，属于那个什么，就跟着追着要来看你的演出的。其实你这次演出呢，在旧金山，属于在北湾，但是南湾也有，就在硅谷那边有很多你的观众，他们早早的就在跟我们电视台问这个消息，因为我们在播出这个广告。你有没有想到北美的粉丝会有那么积极的反应？你觉得这个原因是在哪些地方？我想可能本身我的音乐就比较怀旧一点。而且呢，我感觉一个有根的东西，它是值得人去，就是去纪念它的。从我从小就是我在中国长大，一直在那么一个地方，我所印象当中的东西，我所怀念的，我所喜欢的，或者是我的欢笑，我的泪水，都在我的歌声里面，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更愿意真实的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想喜欢听这样的歌的人不在少数，是因为什么？大家对生活多多少少有一些真实的感悟在里面，所以我想这次来呢，我也是有这样想法，我说既然有这个机会，他们说哎，老刀，北美我们可以来做一场啊，加拿大顺便怎么样？但因为中间出了一些状况，本来呢还有其他有几场演出，但是我想有这样一次机会，我觉得我真的很珍惜。我说我希望能够和大家有一次比较好的从心理上的一次交流。对对对。所以呢，那你觉得现在在音乐创作上那么多年，经过这些年以后，你自己在音乐创作的沉淀上，有些哪些方面你觉得有跟十年以前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印象最深的你的音乐是2002年的一场雪、西域情歌，还有披那个披着羊皮的狼这个。
冲动的惩罚。那你现在这些年，我会发现我跟踪在听你的歌，出现好多新的音乐出来。那这些新的创作、新的这些歌曲，你觉得跟前十年你的创作有哪些不一样的？嗯，我想可能一个是音乐风格上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也不可能变到哪里去。只是我想可能从内容上面呢有一些许的变化，因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那种冲动或者说是轻狂的那个时期，就说还在对情爱就是那种那么炙热的时期。我想人到中年嘛，应该可能对生命和生活有另外的一些感悟，所以可能后面有了像比如说清澈见底、爱是你我像这样的歌。我想也许再往后面走，我觉得因为我想音乐应该是最真实的。如果这个时候我还在想在写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男欢女爱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显得我觉得不真实，真的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对生命应该会有另外，对你的歌声、对你的音乐有另外的一种责任在里面，应该是。那你觉得这种责任是什么样的一种责任？就是应该把我对生活、对最真实的感悟表达出来，传递给大家。我想这个不管这种感悟是好的或者是坏的，但是影响到他的人，他一定会对这样的一种生活和一种感悟，说原来看刀郎，这是个反面教材，对不对？你看他活得很悲催，那么再看说，他这种选择的生活方式，很好，我刚好可以解除我的这个压力，对不对？他不管是这种影响，或者是怎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那对我们在海外的这一波人来说哈，年纪我觉得比较喜欢你的音乐这波人大概都是在30岁到50岁这个年纪阶段，这波人有特别深厚的这种怀旧的情感。我觉得好像往往在听你的歌的时候有这种就是说把自己拉回到过去，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流失过的这个时光，流失过的这个青春岁月，流失过的走过的这个年代的这种记忆里头来。所以有好多人说听刀郎的歌的时候会掉泪，你觉得这个怎么感觉？因为我本身自己就写的时候这个怎么说，有掉泪吗？你自己写的时候有处于那种创作的激情到那种不能控制的状态吗？经常会有。因为首先是我想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体验啊，就是当我写完一首歌之后，我可以跳出来听，我可以跳出来听，就是说我听这个歌呢，就是我会忘掉这是谁写的歌，谁在唱，我会把我自己作为一个听众，完全作为一个听众，这是个功夫啊，这个很厉害。音乐的角度来听，对，是就是你很，因为就是我会。就是完全忘掉这是谁，然后你作为来听，你会来，这个时候是非常客观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需要非常安静的状况，心里非常平静的状况，可是我都没有流过泪，但是我写的时候，就是我听的时候没有流，但是我写的时候我经常会流泪，写歌词，写的时候，对，尤其是因为他好像就心里面就那股气他就往上就来了，他是因为历历在目，因为东西有很多东西是真太真实了，所以当你一回忆他的时候历历在目，你写有时候根本就写不下去，所以说是。那这些年你还是在新疆，以新疆为根据地，那你在新疆的这些年，你觉得新疆的这种民族风情异域这种音乐给你带来创作上这些年还对你还有一些很多影响吗？还是说因为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有这种不同的产生这种习惯性的麻木吗？或者是还是像当初刚刚到新疆的时候这种冲击文化上有些变化了。因为可能看久了之后呢，刚才像您说的是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呆板或者有些麻木了，而且实际上你认识到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地缘的这个文化
和我们所原来期待的就是北京的这个文化它之间的差距你看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会很怀疑我在做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说实际上在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觉得你这个你的东西是好像我们不认同，不认不正不正宗，知道吧？哎，他觉得是对。然后呢，汉文化这边的汉族这边呢，又觉得你不是主流，你又不是主流，所以你在中间呢，就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你到底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曾经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当时特别的，就是所以说郁闷那个时候，因为你是。我曾经想过，我说，因为本身来说，我们之前讲过，就说新疆的文化向心力是在中亚，而整个对，而整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向心力是个北京，是在北京，对不对？当然，现在甚至我们说，原来包括广东那边是向心是在香港，它有一定的这个对，它实际上这之间呢，包括甚至四川那边呢，都还有。一点往西藏靠，就是它有几个文化的这个中心板块区域。那么我当时想的是，觉得我能够作为一个桥梁一样，我在北京的文化圈，或者是在我们那个汉文化圈和这个新疆文化圈之间做一个搭建构建。但实际上后来发现呢，有些事情我们原来以为你说音乐可以超越一切什么什么什么，但实际上有时候还是很难，真的很难。你还在新疆办学校吗？有一段时间在新疆办学校培养学生，现在还在继续这个？没有了，因为有些就是有些变化，因为在新疆还是有些变化，所以暂时就是学校就没有去做，但是希望吧，希望会越来越好，就是我想这个目的，这个目标还是会实现的。谢谢，那好，非常感谢音乐人刀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北美的观众呢，有幸一饱眼福跟耳福，听刀郎的歌，看他的演出。那大家呢，再跟他一起怀旧，一起心潮澎湃。谢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珍惜这份真情。